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入如来无边的智啊，也能得到大智慧，于一切啊问答中能啊断疑啊，能啊断一切众生的疑，也能得到大智慧。入于啊智者意啊，能啊和这个会有智慧的人他彼此互相啊明了着这种义理，也得到大智慧。深解一切的如来于一切佛法中，能深深的明了一切佛法原因的善巧，也能得到大智慧。深解于诸佛所众少善根，种一点点的善根，必能满足一切的白净法，将来一定成佛的。怀汝来无量的智慧，也能得到大智慧，成就啊菩萨不思议的住，也能得到大智慧。于一念中，志在一念里边，须能啊往忆不可说那么多的佛刹啊，去啊听闻正法，也能得到大智慧。脚一切的佛的脚道，入一切的法界，能啊闻持一切佛所说的法，深入一切如来的种种的庄严言引，也能得到大智慧。是为是，假设一切的菩萨安住此法，才得一切诸佛无上的现证的智慧。佛子，各位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又有十种的发无量无边的广大的这种菩提心，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的于一切诸佛的道场发无量无边的广大的心，广大菩提心，观察一切众生界发无量无边的广大的菩提心，观一切刹呀，一切的世界，一切的法界，发无量无边的广大的菩提心，观察一切的法皆入虚空啊，没有所可着住的啊，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又观察一切的菩萨广大的横，来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正念三世一切诸佛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又观不思议诸业和这果报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又严净一切的佛刹啊，庄严清净一切诸佛的刹度，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遍入一切诸佛的大会听闻正法，来发这个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又观察一切的如来妙音微妙的这种音声，发无量无边的广大菩提心。是为实，要诸菩萨安住此心，才得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广大的智慧。海得到广大的智慧海，普贤菩萨又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在菩萨中的大菩萨又有十种的伏藏的宝藏，有十种啊伏藏的宝藏，何等为实呢？就所说的知道一切的法，
是其功德横藏，所有的法呀就是生出一切的功德的横的宝藏。又知道一切法呢是正思维的宝藏，又知道一切法呀是陀罗尼照明的一种宝藏，知一切法是辩才开眼藏，知一切法是不可说善巧真实藏，知一切佛自在神通是观察视现藏，知一切法是善巧出生平等藏，知一切法是常见一切诸佛藏，知一切不思议劫是善了皆入还住藏，知一切诸佛菩萨是发生欢喜性信藏，是为实教诸菩萨安住此法，才得一切诸佛无上智慧法藏，悉能调伏一切众生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律仪，何等为实？所谓于一切佛法不生诽谤律仪。凡是啊，谁发愿或者忏悔，这必须要大一点声，你声音呢、啊、很小的，这不是、啊、用真心来发的，这只是啊啊想啊走一走形式，所以这一点呢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凡是发愿要用真心来发，知一切法，知道啊所有的佛法是辩才开眼藏，这就是啊无碍的辩才来开眼佛所说的法宝的宝藏，又知道一切法是不可说善巧真实藏啊，知道一切法呀是说不出来的，善能巧悟真实的道理，这种的宝藏，又知道一切佛呀自在的神通是观察视线的宝藏，又知道一切法啊是善巧能出生啊平等法的宝藏，又知道一切法是啊常见一切诸佛的宝藏，你明白法就明能见佛，又知一切啊不思议劫那么长的时间是善了啊，善已绝了，皆入缓住藏，入缓呢，虚缓而住的这种宝藏。知一切诸佛菩萨是发生了欢喜净信的这种宝藏，是为实。要诸菩萨呀、啊、安住此法，才得一切诸佛无上的智慧的。法宝的宝藏，悉能啊调伏一切众生佛子，各位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呀，又有十种的这种律仪、规律和
这个依法，就有十种的法度。何等为十呢？就是所说的一切佛法不生诽谤的律，无论对佛或者对法或者对僧，不生了诽谤，常啊生一切的信心，这是第一个律。欲觉佛所信乐心，不可坏律；一切菩萨所起尊重恭敬律，于一切善知识所终不舍爱乐心律，于一切声闻度脚不生意念心律，远离一切退菩萨道律，不起一切损害众生心律，修一切善根节令究竟律，于一切魔细能降伏律，于一切波罗蜜节令满足律，是为十绕诸菩萨安住此法，才得无上大智律。佛子，菩萨有十种自在，何等为十？所谓命自在，于不可说劫住寿命故，心自在，智慧能入恶僧祇诸三昧故，知具自在，能以无量庄严庄严一切世界故，业自在，随时受报故，受生自在，于一切世界示现受生故，劫自在，于一切世界见佛充满故，愿自在，随遇随时与诸刹中成正觉故，神力自在，示现一切大神变故，法自在，示现无边诸法门故，智自在，于念念中示现如来实力无畏成正觉故，是为十绕诸菩萨安住此法，才得圆满一切诸佛诸波罗蜜智慧神力菩提自在。对一切佛的道场啊，时时的信乐，有信乐心，不可呀、破坏这种的律。一切菩萨的道场里边，起尊重啊、恭敬心的律。一切善知识的地方，终不舍爱乐心律，爱乐一切的善知识。于一切声闻独角啊，不生怀念心的律，也不修这个二乘的法，所以这一声闻呢、独角不生这个或意念的心，这种律。远离一切退菩萨道的律，永远呢，对吧？行菩萨道，不退是菩萨道，这种律。
不起一切损害众生的心力，修一切善根，皆令究竟这种的力，与一切的魔呀、天魔外道悉能降服这种的律，与一切到彼岸的法皆能满足这种律，是为实要一切的菩萨安住这种的法啊，才得无上的大智慧的律。普贤菩萨又说，各位佛的弟子，菩萨有十种啊的自在，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的命自在，亦不可说解住寿命故。这个寿命自在，愿意活多大年纪就活多大年纪，愿意随时入涅盘就随时入涅盘，所以这个叫命自在。心自在，他心呢无入而不自得啊，智慧啊能入恶僧祇那么多的三昧啊，有知具自在，用什么有什么啊，能以无量的庄严庄严一切的世界，他的业报也是自在，随时啊能受报受果报，愿意什么时候受果报就什么时候受果报，不愿意受呢他就等一等。受生自在，去脱生呢，入胎出胎都是自在的，一切世界啊视线呢受生皆自在，他明了一切的法，于一切世界见佛充满明白一切佛法，愿力也是自在的随他所愿意的，随时在这个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刹度都能成正相，他的神通妙用神力也是自在的，能视现一切的大神通变化，他所说的法也是自在的，视现无边呢诸法门智慧也自在，能以在念念中视现呢佛的实力和四无所谓来成佛，是为实绕诸菩萨安住这种法里头，才得圆满一切诸佛的一切的波罗蜜，一切到彼岸的法，智慧神力这个脚道也都是任运自在的。离世间品第38-4，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外用，何等为实？所谓众生无外用，国度无外用，法无外用，身无外用，愿无外用，境界无外用，智无外用，神通无外用，神力无外用，力无外用。佛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众生等外用。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众生外用，何得为实？所谓知一切众生，无众生外用，知一切众生但想所持外用，为一切众生说法，未曾失时无外用，普化现一切众生皆无外用，知一切众生于一毛孔中而不排矮无外用，为一切众生示现排矮
节，令其细见外缘，微切众生世间十凡护世诸天身无外缘，一切众生世间声闻必知佛，寂静威仪无外用，一切众生世间菩萨恒无外用，一切众生世间诸佛色身相好，一切智力成等正巧无外用，是为十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果度无外用，何等为十？所谓一切刹作一刹无外用，一切刹入一毛孔无外用，知一切他无有尽无外用，一身解家佛足充满一切他无外用，一身中现一切他无外用，震动一切他不令众生恐怖无外用，一切刹庄严居，庄严一刹无外用，一刹庄严居，庄严一切刹无外用，一一如来一正慧，遍一切佛刹示现众生无外用，一切小刹中刹大刹广刹深刹阳刹富刹宅刹正刹遍诸方王无量智别，以此普示一切众生无外用，是为十。这还是这个离世间品呢、啊，38的第四，普贤菩萨若三能够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又有十种的圆融无碍的这种大用，何等为十呢？就是所说的众生呢，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国度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法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身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愿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境界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智慧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神通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神力啊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这个力啊也有圆融无碍的大用。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的众生等无碍用呢？佛子，菩萨呀中的大菩萨有十种啊的众生无碍用，何者为十呢？就所说知一切众生，本来是虚妄的，是没有众生，无众生可度，也无啊互相无碍的，又知一切众生啊，但是啊，他这个妄想所支持他，这种呢无碍用，又知道为一切众生啊说法，未曾失实，不失其实，这种呢无碍用。有普化呀，现一切的众生界，的无碍用，所有的众生都变化，都示现，这种呢无碍的大用。有安置一个一切众生在一个毛孔里边，
但是啊还不排矮，不觉得小狭窄，这种无碍用。为一切的众生视线呢，他方一切的世界，令其啊细见，令所有的众生都看见，这种无碍用。为一切的众生啊视线呢，时其还因大梵天王或者呀护世的四王诸天的这个身，这种无碍用。又为一切众生能视线呢，声闻身必至佛身寂静啊为这种无碍用。又为一切众生啊视线菩萨恒啊，修行菩萨恨无碍这种原因，无碍的大用。又为一切众生啊示现诸佛的色身相好，一切的智慧实力成等正觉，这种的无碍用。是为十佛子菩萨摩诃萨又有十种的果度无碍用。何等为实呢？就所谓的一切刹，做一刹无碍用，把一切的佛刹呀能变成一个佛刹，一个佛刹呢又能变成一切的佛刹，这种啊互相圆融无碍的大用。一切刹入一毛孔，入在一个毛孔里头，这种的无碍用。知一切刹没有穷尽，这种的无碍用。有一身呢解家趺座，能充满一切的佛刹，这种无碍用。在一身中现一切的佛刹，这种的无碍用。震动一切刹不令众生的恐怖，这种的无碍用。一切刹呀庄严具，庄严呢一个佛刹，这种无碍用。又以一刹的庄严具，又能庄严呢一切的佛刹，这种无碍用。以一位佛的一个众会，遍一切佛刹，遍所有的佛刹，示现众生这种无碍用。一切的小刹中刹大刹广的佛刹，深的佛刹，阳的佛刹，福的佛刹，宅的佛刹，正的佛刹，遍诸方网遍一切方好像网似的这个世界，无量识别不同的，以此普示一切众生的无碍用。是为实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法无碍用，何等为实？所谓知一切法入一法，一法入一切法，而亦不违众生心解无碍用。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一切法，为他解说，悉令开悟无碍用。知一切法离文字，而令众生皆得悟入无碍用。知一切法入一相，而能演说无量法相无碍用。知一切法离言说，能为他说无边法门无碍用。佛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又有十种的法无碍用，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知一切法入一法知道一法也入一切法，而不违众生心不违背众生的四这种智慧解心里所明白的这种无碍用。从般若波罗蜜出生一切的法，为他解说，为旁人来解说，悉令开悟，令这一切众生的开悟，这种无碍用。知一切法呀离文字，没有文字，而令众生呢皆得悟入令一切众生都开悟了，这种无碍用。知一切法入一相入一种相，
而能啊演说无量法相，这种无碍用，知一切的法离言说，没有言说的，能为他说，能为他人说，无边的这个法门，这种无碍用。普贤菩萨，他啊，于大悲心，于大慈悲，这种的愿，来教化我们这个愚痴的众生，诸佛言化，来演说《法华经》的妙义。所以呀、啊，他就说：“说各位佛的大弟子啊，你们知不知道，在菩萨中的大菩萨，他也有十种的这个法载规范，有十种啊善巧方便的妙法，无碍用，能啊互相无碍啊，互相无碍啊，就是不是一种的用途，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用途。眼睛智慧看东西呀，但是眼睛又会吃饭，眼睛又会听声音，眼睛又会呀尝滋味，眼睛又会说话，听见过没啊？为什么能这样？因为无碍用，他一用具足无量用，无量用还哪为一用啊？所以一为无量，不为多；无量为一，不为少啊。一本散为万书，万书任归一本，这就叫无碍用啊。这个桌子可以写字啊，可以读书，又可以吃饭啊，有种种的用途，你要会用的，那么这个用途是无量的，是无碍的。你要不会用呢啊，就是只招只有一种的用途啊。你说做一点旁的事情你就不会了，这就叫没有无碍用。何等为实呢？什么叫十种无碍用呢？啊，现在我告诉你啊，就是所说的知道一切法，他明了一切法，深入一切法，正得一切法啊，入一法啊，入于一法啊，本来是一法啊，一法又入于一切法，就是这样的，而也不违众生的心解，众生所明白的还是依然明白，完然明白，还不会呀、啊、与这个众生所明白的相抵触，相违背了啊，无碍用，这种无碍用。从般若波罗蜜呀、啊、从这个般若的智慧到彼岸，这种法能出生一切的法，出生所有的法啊，所有的法，色法啊，心法啊，无为法啊，不相应法，心所法，这种种的法，出生一切法，为他解说，悉令开悟，为啊其他的人呢来啊讲解、啊、演说啊，令啊其他人都啊明白了解，
而达到这个开悟的这种境界，无碍用啊，这个说法无碍用啊，度生无碍用，一切法离文字，一切法本来是空的，离言语相，离文字相，离心缘相，而令众生皆得悟入，令一切众生啊都明白这个道理，无外用，得到这种的无外用，知一切法入一相啊，而能啊演说无量的识别相，无量的不同的这个法相，得到这种无外用一的道理，言称无量的道理，无量的道理又还归一个道理啊，那么一不爱多，多不爱一，这种啊无碍的妙用，又知道一切法离言说啊啊，言语说不出来的啊，能为他说无边法门，可是啊离言说相啊，他又能既言说而显这个离言说相啊，言说这无边的法门，这个无碍用，所以这个法呀，法法皆通，法法皆圆，法法都是第一，你要明了了啊，一切法呀都是妙法，你要没有明白就还要啊啊用功夫去研究去。头先在这个斋堂里边读这个他们三步一拜的两位啊行者的一封信，他们这一封信呢说是他们现在刮风也能刮到他们了，并且刮得他们向前走一步，刮得向后退两步啊，下雨啊也被雨淋湿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法呀是活动的，不是死板的，那么在前几个月呀打飓风的时候啊，那时候啊，把这个路上的汽车呀吹得像皮球似的在车路上滚，那时候那么大的风啊，如果吹这两个三步一拜的可能啊就吹到海里去了，可是啊在前后左右他们所拜的那个地方啊就没有飓风，下大雨啊啊，洛杉矶很多地方都被雨冲了，闹水灾，他们拜那个地方呢也没有雨下，这是有大感应了，在他们的上边呢总有一个圆圆的地方啊，他们说是东面，是东面啊，我说呀啊，他们就是啊吃一餐饿的，看见什么都是吃的东西，所以我在洛杉矶呀、啊就给讲了一个人呢专门好吃东西，无论什么他都用吃东西来比喻，那么以后啊啊大家他们不打这个吃东西王强啊，还有他们有那样的感应以后啊，大家就生了一点娇慢心，说、啊、你看这个天龙八部都来保护着我，下雨也浇不到我，刮风也刮不着我啊，这真是不可思议，一有这个一自满心了，哦，这个天龙八部就又来给你一个另外一个考验啊，就叫你、啊、下雨也会淋湿，刮风也会吹的往后退，那么、这是啊他们还算很聪明啊，他认识啊这都是考验，那么以前他给我来信呢，他们给我来信说这个风不能刮，雨不能淋啊，现在又来信说风也淋了，雨也刮了，这并不是啊他们退道心，而是啊因为他们修道生一种娇慢心，
自满的心，所以啊，这个天龙八部也见也不管了，也叫你啊，雨也淋一淋你，风也吹一吹你，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今天呢，我顺便对大家讲一讲这个因缘，不然的时候啊，头先那个就有好几个人打妄想了，一读那个信的时候说，哦，这个老法师你竟打妄语，以前说是啊，下雨他们那也没有雨，刮风他们那也没有风，现在又有了风又有了雨了，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我解答给你听一听，信不信呢我不管，我只是告诉你一声，解决你的这个疑问。于一切法善转普门自轮无碍用，以一切法入一法门而不相违，于不可说劫说不穷尽无碍用，以一切法悉入佛法。故众生皆得不解无碍用，知一切法无有边际无碍用，知一切法无障碍，即犹如环网无量赤壁于无，皆为众生说不可穷尽无碍用。是为时，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身无碍用。何等为时？所谓一切众生身入己身无碍用，以己身入一切众生身无碍用，一切佛身入一佛身无碍用，一佛身入一切佛身无碍用，一切法善转普门自轮无碍用。善于啊辗转教化一切众生，用这个普门自轮，就是啊普门去啊教化众生。这个轮字的意思就是圆满具足的意思啊，普门示现呢，来辗转教化一切众生，所说的法都是圆融无碍、圆满具足的这种无碍用。一切法入一法门而不相违，彼此互不相违，于不可说劫说不能穷尽，这种的互相无碍用。一切法呀悉入佛法，令所有的一切众生都得呀误解，这种的无碍用。又知一切法没有边际，这个无碍用。知一切法呢没有障碍际，犹如啊环网虚妄的一种环网，无量的不同的地方与无量啊劫，为众生说啊不可穷尽这么多的无碍用。是为实，普贤菩萨说，你们各位佛的大弟子，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应该有十种的身无碍用。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的一切众生的身入己身，入菩萨自己的身，这种啊彼此没有啊障碍，这种的无碍用。又以自己呀、啊、这个身入一切众生的身，也是互相无碍的。一切佛身入一佛身啊，所有的佛啊，十方三世佛同共一法身，这也是无碍用。
一佛身呢，入一切佛身，也是无碍用啊。一不碍多，多不碍一，一多相拥，一多无碍。一切刹入己身，无碍用。以一身充遍一切三世法，世间众生无碍用。于一身世间无边身，入三昧无碍用。于一身世间众生数等身，成灯角无碍用。于一切众生身现一众生身，于一众生身现一切众生身，无碍用。于一切众生身是现法身，于法身是现一切众生身，无碍用。是为实，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愿，无碍用，何等为实？所谓一切菩萨愿作自愿，无碍用；一切佛成菩提愿力，示现自成正觉，无碍用。随所化众生，自成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碍用。于一切无边际及大愿不断，无碍用。原力施身不着智身，以自在愿现一切身，无碍用。舍弃自身成满他愿，无碍用。普教化一切众生而不舍大愿，无碍用。于一切劫行菩萨行而大愿不断，无碍用。于一毛孔现成正觉，以愿力故充遍一切诸佛国土，于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为一众生入世世现，无碍用。说一句法，遍一切法界，行大正法云，要解脱电光，真是法雷音，于甘露法语，以大愿力充洽一切诸众生皆，无碍用。是为实，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境界，无碍用，何等为实？所谓在法界境界而不舍众生境界，无碍用；在佛境界而不舍魔境界，无碍用；在涅槃境界而不舍生死境界，无碍用；入一切智境界而不断菩萨种性境界，无碍用；住寂静境界而不舍散乱境界，无碍用。所有的诸佛刹度，
能啊摄入自己的毛孔里边去，这种的互相无碍的这个大用，以自己这个衣身呢能充遍一切的三世法，三世的法界视现众生呢，这种的无碍用，于一身视现无边身入三昧无碍用，于一身视现呢众生数等身，有众生那么多的身体，成正脚啊，一起成佛都无碍用，于一切众生身呢现一众生身啊，于这个一个众生身呢又现一切众生的身，这互相无碍这种大用，于一切众生身呢视现法身啊，于法身呢又视现一切众生身，这种呢互相无碍这个大用，是为实啊，你们各位佛的大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又有十种的愿的无碍用，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的以一切的菩萨所发的愿做自己的愿，作为自己的愿，这种啊啊无碍的这个用，一切佛呀成菩提愿力啊，那么视现呢自己也成就啊菩提成正等觉了，无碍用，随所化的众生啊都成了这个无上正等正觉，这种的无碍用啊，教化人成佛自己也成佛，一切无边际劫，没有边际那么多的大劫，大愿不断，总是啊继续继续发这个大愿，这种的无碍用，原力啊实身，原力啊这个实的分别身，不着智身，也不着住到智慧身，以自在的愿力现一切身呢，愿意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这种的无碍用，舍弃自身成满呢其他众生的愿力，这种的无碍用，普教化一切众生而不舍呀这个大愿啊，时时啊都啊根据自己的所发的大愿去教化众生，这种无碍用，一切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常常行修行菩萨行，而大愿不断，所有的这个大愿不断绝，这种的无碍用，于一毛孔啊现成正脚成佛，以愿力的缘故啊充遍一切诸佛的国度，于不可说不可说的世界，为一众生入世示现无碍用啊，没有障碍的这种用，说一句法，说一句法能变一切的法界，兴起来这个大乘法轮啊，这种云能啊照耀解脱呀，这个电光啊证实法雷音，证这个真实的法，好像啊打雷这种音声，于甘露法雨啊，下的甘露法雨，以大愿力啊冲下一切诸众生的界，无碍用，是为是佛子菩萨中的大菩萨呀，又有十种的境界无碍用，何等为实呢？就是所说的
在法界境界而不舍众生境界。虽然在法界还是不舍众生，这种的无碍用。在佛的境界而不舍呀，魔的境界，佛魔一如，佛魔不二，这种境界无碍用。在涅槃境界呢，而不舍这个生死的境界，这种的无碍用。入一切的智的境界而不断呢，菩萨种性的境界无碍用。入寂静境界而不舍呀，这个散乱的境界，这种的无碍用。除去无来，无细论，无相状，无体性，无言说，如虚空境界，而不舍一切众生细论境界，无碍用。住诸利解脱境界，而不舍一切诸方所境界，无碍用。入无众生机境界，而不舍教化一切众生，无碍用。住禅定解脱神通明智寂静境界，而于一切世界世间世现受生无碍用。住如来一切横庄严成正角境界，而现一切声闻地智婆寂静未已无碍用。是为十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智无碍用。何等为十？所谓无尽辩才，无碍用，一切总持无有妄事无碍用，能决定之法，决定之决定说，一切众生诸根无碍用，于一念中以无碍之之一切众生心之所恒无碍用，知一切众生欲乐随眠习气烦恼并随应受邀无碍用，一念能入如来实力无碍用，以无碍智之三世一切皆及其中众生无碍用，于念念中现成正角示现众生，无有断绝无碍用，于一众生详知一切众生业无碍用，于一众生因解一切众生于无碍用，是为实。菩萨住在无去无来，无所住，无细论，也没有一个相状，就是寂灭，无体性，没有言说，就好像虚空的境界一样的，